passiontimes.hk。晚嘅百鬼夜入啊！系啊，今晚好齐人啊，好齐人、啊。今晚有夏师傅啦，有阿星啦，有阿 wing 啦，同埋我哋有嘉宾阿卡嘅。hello 咁多位，好齐人嘅一晚啊！系啊，欧国杯嘅一晚啊，欧国杯马会时间嘅，系关欧国杯事嘅咩？关系咯、啊，我睇得啲赛期表先发现，原来今年咁多大赛嘅，即系啲国际赛事今年打。欧国杯之后，去到 下半段，原来美洲国家杯都系今年，然之后又有奥运，即系成扎都喺晒。奥运系今年啊，呢几个月九星连珠运动年。喂，因为咧有咗呢啲欧国杯咧，嗰啲联赛啊，友谊赛嗰啲 cut 咗嘛，少咗好多波。哦，即系喺嗰个赛期表嘅上面，翻工嘅时候更加少波投注。咁样嘅咩？吓、啊，咁就开心好多哦。哦，唔系咁，但系你打重要赛事咪多投注？我冇翻嗰啲，我主力翻咩啫嘛？你翻闲嗰啲时间系啦，咁嗰啲时间系要报加班嘅，系咁、我就冇报啦咁。咁你講起歐國杯，我做啲宣傳先啦。嚇，關事嘅咩？6月26日大香港早晨網聚啊，係喎，咁啊大家報名啦。之後就可以睇歐國杯啦，應該係啊，即係玩到咁上下就可以去睇歐國杯係咪啊？係啊，仲有另一個其實最重要嘅，即係7月27日籃球嗰個爆粗籃球部都有網聚喎。係啊，但我唔記得咗個名。呢個睇奧運啊嘛，好似係啊，睇奧運啊，個咩夏季投鼠。奥运网聚啊，咁啊7月27日啦，咁星期六嚟嘅喎，星期六晚啊，咁啊系啊，报完大香港早晨啊，计揿埋落去啦，顺个手啦，系咯系咯，系啦，有活动就系咁报啦，系啦，唔好理啊，唔好等啊，系食住嗰个欧国杯嘅气势，系啦系啦，即系唔知关乜捻嘢事，系啦，篮球喎你系，系啊系啊，就系咁啦，好啦，咁啊记得去报名啦。系咯，咁然之后，你出 room 系咁撩你喎、哦。系啊，尊重要求嘅环节啊，出咗车牙先。哦，好啦，出车牙。大老友，乜你知道我哋啲行家点死嘅咩啊？第一个滥收车资兜路，第二个拒载冇礼貌拣客。喂，咁唔使死系嘛？第三个强奸。哎，呢个抵死啊！第四个有第四个咩？第四个车外公主倒转过海车，喂，你个冇理由死我，系啦系啦，咁咧，系呢个最重要嘅环节啦，系啊，系有咩评价？重点环节，唔系应该话发生咩事，你要啲人系咁撩你咧？系咯。因为今朝噶嘛，好似今朝嘅新闻。今朝啊，唔系嘛？唔系新闻系今朝，单嘢寻日，单嘢13号晚，系啦，系咪啊？前日添啦，星期四晚啦，即系。哦，唔系，系寻日，因为我哋而家过咗12:15啫嘛。星期四晚，马会时间14号嘅仲系。嗯，系咯，即系有人争执啦。就系的士佬同乘客争执啦，你成日有噶啦，醉酒。男啊，搭的士闹事啊，司机要求落车被刮两巴，咁啊，的士司机仲用千斤顶嚟还拖啦。系嗱，好简单嘅啫。我其实我一路都讲咗三大公敌，三大公敌有个唔讲得啦。系啦，而家两个遇上喎又。是咩啊？我醉酒佬同的士佬，系咯。其实去到后屘嗰三个就齐集噶啦。系啊，系噶，所以咧，嗱，我真系咁讲嘅，揸的士咧最怕就遇到乜嘢咧？遇到醉酒佬咧，你就所有嘅功敌就会齐集噶啦。镬镬都系噶，因为你系解决唔到噶。就算唔出动架撑都好，你都系要揾埋另外一大功敌翻嚟噶。而你的结果你是收不足钱啦，谷捻住道气啦，走去自己走啦。系，仲要冇咗半个钟啦。
少就少啦，因为随时搬诶，即系坐得坐得车嘅醉酒佬，随时嗰个地方都几捻巧口噶嘛。系啊，你就要去到吉车走啊，然之后个过程又要等另外一大公敌嚟啊，然之后又要落口供啊，好捻烦噶。所以咧。系立架差系情有可原嘅，但系佢濑嘢噶喎，攞啲系佢就系濑咗嘢咯，系咯，即系何必咧？又系咯，礼貌运动啊，礼貌运动，即系佢俾人打两巴，咁有礼貌嘅情况之下，梗系要还翻拖啦，系咪？系礼尚往来就咁解啦。但系你用架差就冇冇得啦嘛？唔系咁，佢都。六十九岁啦，嗰个司机六廿九噶啦，六十九啊，咁啊都要立架撑嘅，咁就唔好捻做啦，退休啦，唔系喎，但系点解会有千斤顶喺嗰个位啊？嗱，呢个几个可能性啦，咁讲，夜间的士佬有好多时都会有啲架撑摆车度啦，咁隔篱嗰度门有个空隙嘅位，摆低啲架撑都唔奇嘅，吓。咁然之後咧，其實好多時都係防打劫咯，防打劫、防劏死牛啊咁樣咯。但係而家有冇人劏的士啊？仲唔咁睇下佢去邊啦。其實去到荒山野嶺就不過而家都係咪少咗偷渡客咧？應該少咗啦，嘛？嗰陣時就好多偷渡客嘅，我嗰個年代都。你個年代都仲有？我出世嚟講，我冇見過，冇聽過。西貢嗰啲位置容易再到噶，都仲有偷渡客。係啊，喺嗰度。你揾嗰陣喎。屯門。西貢嗰啲多啲。你九十年代唔係喎，你零零年嚟嘅喎，仲有偷渡客嘅咩？有噶，原来有噶，系啊，零零仲有冇咧？真系有，我有啲质疑。其实九十年代中之后，我都好少听，好少听到咯。你可能就判断嘅问题啦，都唔知佢系咩，总之喺嗰度山贼咁样样，如果荒山野岭走得嚟，都当佢偷渡客咁咯。咁啊，唔系同埋可能佢带咗钱落嚟咧，即系以前知道佢偷渡客，佢因为冇钱打劫啊。吓。咁可能佢游完水都有錢搭的士，所以夜間的士有個保即係自保嘅方法，除咗立架撐之外，其實咧帶好少錢，所以咧成日話冇錢找咧係我都經常，係我帶百零蚊開工嘅，屌點解帶咁撚多錢俾人打劫啫？又好似有啲道理咁。系啊，好啦，危险嘅夜晚，你真系去亲啲地方咁捻荒山野岭，我嗰时揸新界的士，实系荒山野岭嚟嘅。嗯，系啊。咁你要几支旗之后，你有翻啲钱，你咪好惊咯？咩？唔会，咁自自然然咩噶啦？你存入银行啊？又未至于咁快就搵个 safe house 袋摆低先，再开工啊。喂，即系尽量少咯，即系你日间我会放心，我日间我系带多啲钱嘅。嗯，你亦都遇啲人多啲多啲酒族咁样咯。行规嚟噶呢个？冇话行唔行规嘅，睇下自己个人喜好嘅。哦，咁样嘅原来。但系如果法例规定就系带100蚊散纸就得噶啦吧？系系啊，所以系有权唔找500蚊嘅原因就系我开工系得100蚊嘅啫嘛。嗯。包括啲散紙喎，呢100蚊即係有啲1蚊2蚊啊咁樣，一毫兩毫啊嘛，係啊係啊，咁介紹下冰的士佬常用兵器，其實咩咯，電筒咯，電筒，係啊，即係佢攞個千斤頂係唔啱嘅喎，可能即係呢個靠估咯，可能佢咁啱負呢一兩日換個胎啩。跟住又攝翻落車門。係啊，其實真係好少攞嗰嚿嘢嘅，嗰嚿嘢又唔係好揸，又唔係好又重聲，佢又唔係好揸，又唔大嚿，但係又聚手嘅。外門兵器係咯，係咯，可以變形啊嘛，但係嚇，但係佢變形係冇用噶嘛，拉長係拉長咯。咁你原本係咁樣長，然之後變成一個四方形，有咩意義咧？係。
我唔知。唔識啊，唔識，冇學過。我哋冇學過。佢冇時間搞開佢。係咯，亦都冇時間搞開。冇學過用呢個兵器。係啦，呢個都係古怪嘅。係啦，衰過接凳，擺張接凳喺度冇咁嬲。接凳攝唔到啊嘛。係咯。凳仔咯。其實通常呢就有就是如果那輛車是自己的車主呢，現在少啦，這樣說有一段時間是自己車主那些有個太鎖在那裡的，那個就很方便的，是的型，是的，有個勾位啊，有成這樣嘛，嗯，是的，沒有啊，因為純粹見有單這樣的發生了，就是說三大公敵重遇而已嘛。你想讲呢句啫，重遇系聚会啊，聚会聚会网聚系啦，啊就系咁啫，冇啦。咁讲起网聚又要宣传下，系啊，7月27啊，有入得靓，入得靓，系啊，7月27啊，6月26啊，咁大家快报名啦。咁咧，话说咧，我上个礼拜就讲咗我会去，讲正经嘢啦，系啦，系啦，讲翻啲唔近世嘅嘢。咁咧就去咗南涌啊，沙头角嘅南涌，去做咩咧？去做灵修啊，咁灵修三日咧，有带瑜伽啦。哦，即系你负责带人灵修吓？有啲环节啦，有啲环节阿 Dan 帮下手负责嘅，即系你帮下手嘅。系啦，咁主要食就阿 Angel 啦咁样。嗯。最衰冇假期啦，我都想去啊！嚇嚇，其實嗰個過程都幾過癮嘅。一來咧，即係我去嘅時候咧，就係我自己揸架電單車喺葵涌啦。點樣？然之後行山路入去。係啦，因為要避開學禁嘅位置咧，就全程冇得行高速啦。咁咧就行大埔舊路啦，即係龍翔道大埔舊路，然之後轉上火炭，嗯，上山下鄉。火炭再大埔公路嗰日，應援團行嗰段去到咩洪水橋嗰度，下洪水橋嗰段，咁、然之後再落經過大埔就跟住就係丁角路，然之後去到新娘潭、鹿頸咁樣轉入去，哇！沿途非常之過癮，其實咁就一幕，但係你日頭嚟嘅，好轉折，日頭係啊，夜晚就。好玩，唔係都好玩嘅，日頭都好玩，因為成個過程喺嗰度，因為我始終學牌嚟噶嘛，限制都有啲咁啦。咁但係去到咁偏嗰啲位就可以放鬆好多，雖然好多著龍啊，咁走翻咧就可以放膽啲啦。唔係喎，但係新娘潭都唔放鬆嘅喎，嗰啲咁嘅山路都有著龍。有嗰度先多啊！有啊，因為嗰度飛車聖地嚟咯，係好密㗎，好密。即係鹿頸嗰度，同埋係會有差佬喺入邊，係等。同埋好，其實平日咧，我嗰日可能頭應該冇啊嘛。我嗰日晏晝咧就好多單車，係好多人喺嗰度操單車嘅，係啦。咁變咗咧，避佢先麻煩喎。電單車好避啲，如果私家車咧，下下吸過對面嘅，其實電單車喺佢隔離就過到啦。都係係啦。咁講翻嗰幾日活動啦，咁其實有啲感覺就係因為我過往就算自己教靈氣啊、瑜伽嗰啲，其實去到教靈氣都係大六個鐘啫嘛，即係係而家大36個鐘啊，都係啦，知唔知啊？三日啊嘛，三日唔係喎，72啊，系72，計錯數。點計數㗎你？有冇收錯人錢㗎你？經常咁當瞓覺有一半啦，你諗可以36嘅咁嘅。咁其實都帶幾轉係，其實有好多分享啦，然之後靈修啦，即係禪修咁啦，又落下田啦，因為嗰度都好大嘅。散步都草地嘅地方，供養眾生嘅都幾多時間嘅，即係慰問我意思，係啦，初頭都幾擔心嘅，因為其實好多都第一次見啊嘛，啲參加者，咁其實嘅第一次做一些靈修或一些分享的時候，譬如就算 David 也有
佢有帶埋導賞嘛，嗰個地方都有啲歷史要介紹。嗯，當啲參加者好心不在焉嘅時候，你就好擔心。係，即係驚佢悶啊。係，好擔心。哇！嚟緊仲有三日喎、啊。如果我三日佢都喺度悠悠浮浮咁，咪好仆街。係。即係好，其實幾大壓力嘅、那個感覺、嗯、啊！即係擔心，尤其是第一日，其實真係個感覺幾驚。係。因為有一啲又話瞓咗啦，即係到分享又有話瞓咗啦，然之後又話冇乜感覺啦，嗯、即係。佢哋當場瞓定還是翻房瞓啊？當場瞓，即係活動嗰啲瞓。O K。嚇，咁我亦都咁講啦。咁其實即使初初做禪修啊呢啲咧，即係禪坐呢啲咧，就千祈唔好介意自己瞓著咗。嗯，即係呢樣係正常嘅。因為你個身體從來未聲敗過嘛。系都实瞓嘅啦，其实系啊，即系你瞓唔到，系你个人唔系好正常，即系都唔正常，即系个精神好唔健康先瞓唔到，即系喺个咁舒适嘅环境，点解会瞓唔着咧？系啦，系啊，尤其是初期你未叫做训练过啦，咁其实可能落去两三次训练过，你就正应该就唔瞓嘅，系 OK。咁但系你瞓咧都唔需要介怀，就系其实即系呢啲都可以同。觀眾講就係、是，如果自己有開始做禪修，初頭可能唔好俾瞓著嗰樣嘢感覺氣餒啊。嗯，因為你個身體係未準備好啊。咁而佢嘅休息咧就 ready 翻，你將會其實第時去再做禪修嘅時候啊，即係呢啲靜坐呢啲活動啊，就係、是、會冇咁易瞓咯，跟住，因為你即係從來冇嘅話咧，就尤其是喺呢啲時間就鋸鋸聲噶啦，咁就鋸鋸聲。係啊，我都係咁講啦，就係話當我睇到啲參加者佢好擔心話啊，我啲又瞓著咗嘅話，其實咧反而瞓咗就好啦、嗯，因為你嚟緊仲有幾日嘅。当你瞓咗，其实个身体就系话俾你听，佢啊，你系需要调息呢啲嘢。系哦，系咯。咁喺分享嘅时候，各有各啦，有啲都有啲灵性嘅体验咁样啦。咁最得意咧就系第一日，虽然好似好令人好担心啦，第二日其实落大雨嘅。嗯，系落大雨啊，都走出去。行啊，淋雨啊，咩、啊？淋住雨行啊？都会担遮嘅，但系后屘都有啲人都放弃把遮啦。咁 ，OK， 但系即系去行咧，就系行啊，有啲有度行咗去一条桥啦。咁沿途系赤脚嘅，咁基本上咧，都几痛嘅对脚啊，系，因为啲地其实。係咯，即係你好似腳底按摩一段時間咁，然之後又有蚊咬啦，又剩啦。點啊？咁苦難咁樣講都艱苦啲咁啊嘛。係啊，咁但係嗰個環境其實幾又幾特殊，令你嗰個感受。然之後去到另外一個池嗰度咧，喺第一日咧，其實第一日俾我感覺佢好唔融入環境嗰人咧，佢又。反而是最打破門局的那個，即是怎樣呢、即是開始最呆的人啊，是啊是啊，還有他最分散，即是當你講一講你們有班人在分享的時候，他就走了去，自己不知道去了哪裡、所以其實挺擔心，但是呢他在第二天呢，在這個情況呢、去另外一個、有水泉的地方，有些池有個小的水池啊，你可以理解，但係上面係有水流落緊嚟嘅，而落得啲雨越落越大咧，啲水流都幾誇張嘅。係，即係好似溪間咁樣啦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。咁、然之後佢第一個落水啊。嚇！一落水咧，就有幾個一齊落水咧，就成個門局破曬，而且嗰度個感覺咧好振奮嘅，因為遇唔遇落水㗎本來。都唔遇啊，
因為那些水流都幾急，即係純粹很興奮想玩水咁解嘅啫。係啊，係啊，係、okay. 啊。嗯，係啊。咁其實我嗰下其實幾勁嘅，即係如果因為最重要經歷咗第一日咧，個個好似好難埋到共同話題啊嘛。咁然之後佢一落咗水咧，係咯，成個氣氛係完全唔同。之後那兩日，即係到第二日都是整個氣氛完全不同曬，就係、是、因為那一日打破了。而有啲分享的時候咧，啲人亦都好啦坦誠，咁得意，係好坦誠到咧就係話嗱，我原本咧都幾唔中意你，對住你講啊，唔係啊，個個都有互相，就尤其是對那個人講啊。哦啊！點知就係靠佢即係個個好似喺嗰一下咧，就多咗好多靈感上嘅嘢啊！即係成個旅程突然間就係因為佢嗰個舉動，所有嘅嘢都變得好滿足啊！跟住再做嘅有我哋我有個環節係靈氣療愈啊，互相做靈氣療愈啊咁樣嗰啲嘢咧。咁大家嘅分享啊，然之後又有抽卡抽牌啊嗰啲咧，都講多咗好多嘅嘢。咁然之後咧，佢哋知道我做鬼故節目咧，個個就係就開始問咩先？夜晚要講鬼故啦。係啦，個個喺度話有冇鬼故講啊？叫你講啊！有冇帶佢哋嗰個地方咩？有冇帶？我懷疑我其實咧喺咪後上個禮拜咪後阿星話有間房好頭痛嗰個咧，我懷疑我就瞓嗰間房。係，但係我冇咩感覺。你冇嘢感覺。係、哦、啊，咁即係都係證實唔到係咪瞓嗰間房。係咯，其實佢話有一個梳妝台，然之後張台櫃噶嘛，嗰、那個櫃係到半腰嘅啫嘛。係。肯定是啦，即係如果係嗰間，同埋有個衣櫃啦。總之嗰間房好特別嘅，間房就係一個好特別嘅衣櫃，係一定係好耐歷史。咦？咁我冇嗰個衣櫃。咁嗰個衣櫃就係有啲嘢喺入邊。嚇！係啊，咁因為我有去過嘛，咁我嗰上個禮拜咪又同夏師傅講啊，你去感受一下嗰個衣櫃。但係其實隔離係咩嚟噶嘛？隔離係一個應該係歷代姑婆。啲神主牌擺咗喺度噶嘛？隔離嗰間房係啊，係都係嘅。嗰度都嚇、啊，所以我覺得一啲都唔奇怪。就算有有唔奇怪，但係係啦，但係我冇感受到。係冇咗嗰個衣櫃，會唔會已經唔係嗰間房咧？唔知啊，我冇去到，咁咪唔知道啦。係咯，咁所以喺度講嘅時候咧，分享咗啲。在節目有講過啊嘅故仔啦，咁樣嗰啲，咁就即係氣氛就好好多咯。講鬼故係好好多嘅，係啦，即係始終咧，原來去 camp 咧，真係要講鬼故嘅。咁聽多啲我哋喎，係啊係啊，即係雖則我哋嘅不務正業成日都係啊係啊，變咗講的士佬多啲啊。可能都好好氣氛咧，講的士佬咩？可能講的士佬都可以好好氣氛，大家喺度分享經歷，係係，而家都係嘅。其實大家都係中意睇，都係大家都有共同嘅感受，啲共鳴係咁。係啦，講鬼故又好，講的士佬都係好啦。係咯，但係咁講啊，嗰幾日咧好有趣嘅就係嗰個環境好舒服啊。嗯，即係。我覺得其實係嚟緊都會再有機會嘅，咁再有機會再去嘅，咁到時咧睇下有冇機會再介紹俾大家去下，或者未必係兩三日嘅營嚟嘅，有機會一日啊都可以去下嗰個環境去睇下，都幾特別嘅，因為呢個地方咁睇上真係好靚，好靚嗰度，好靚，係啊，佢係咯，即係有一個小山頭係。你任去嘅喎，基本上任去係啊係啊係、啊啊。不過就夏即係我諗，如果係秋冬嘅時候會再好調好少少。我諗秋天會好啲嚇、因為而家冇咁熱，冇咁多蚊。係咯、啊，冇咁多蚊，又冇咁多雨啊，咁樣就會
另外一番嘅感受啊，仲有嗰日都有種下嗰啲咩洛神花，係啦，即係原來啲洛神花一年嘅啫喎，聽人講，即係種一年就冇嘅咯。哦，即係一次次嘅，每一次都要重新播種，即係有啲樹係無限結果噶嘛。嚇、啊嗯！但係佢種完一年，佢就會喺嗰度枯噶啦。嗯，嚇、啊，即係包括嗰啲根啊，嗰啲，但係嗰啲根係可以生到嗰個地方成個範圍都係噶咯。但係唔會再生花出嚟噶啦，唔會再生翻出嚟，就死噶啦咁樣。哦，咁樣嘅。咁根點算啊？有得佢就係又係咁樣融合翻喺嗰個環境、嗯、變成肥料啊咁嘅質嘅嘢咯，洛神花好飲啊，好飲好飲啊，都幾即係成個經歷都幾有趣嘅。作為大嗰個啊，我覺得係參加者亦都玩得開心啊，玩得開心嘅，因為佢哋反而要求多啲，好似真係做嗰啲靜觀啊嗰啲日子，因為我哋。其實仲俾你 keep 住個電話或者會開口講嘢。嗯。咁如果真係做到完全止語啊，咁咧其實又有另外一番感受嘅。但係但係各有各玩啦。今次就好多其實分享嘅嘢咯。嗯。有好多探索啊，其實有啲環節係去到有啲前世今生啊嗰啲嘅體驗嘅，其實都幾有趣。嗯，咁犀利，玩到前世今生，咁好轻嘅，咁就唔系去到入到好深嘅，但系即系会系有呢啲嘅关系嘅嘢去探讨啊，咁嗰啲。其实你俾佢 keep 住个电话冇所谓啊，都冇嘅，冇信号咪得咯，我都接近冇噶啦，咪系咯，冇信号，跟住唔俾 WiFi password 佢啊嘛，搞掂，完点啊？系啦，完。喂，系咯，就系、是、咁想分享一下，即系嗰个地方好舒服嘅，即系其实系好值得去，系咯。有机会就睇下夏师傅会唔会有机会话俾我哋知嘅时候有啦，观众有机会又报下名啦。系啦，系啦，系啦。好啦，咁今节就咁先，咁啊下一节叫咗阿卡上嚟，冇理由唔讲嘅鬼故噶。系啦，下一节等阿卡分享。Okay. 好，下一节翻嚟。